身体好得很，从来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我怎么会有这些毛病呢？本来我们对退休以后的生活有好多的计划，他还说要用退休金带我去看世界上最美的风景，陪我做以前没时间做的事。怎么这么爱哭啊，烦死人了。我实在不明白，失智症这个病怎么会在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落到我们的头上来。我发现这阵子他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有理也讲不通。奇怪，蛋子房怎么都不见了？医生说那是因为他的记忆逐渐在消失分解，但是我还是想抓住他清醒的片刻，和他一直做我们喜欢的事。失智症好像人家说痴呆，其实我觉得他失去了一块，并不是变成他变笨，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变笨，他们只失去一块。那当然对他来说他觉得是很大的打击，因为他就丢了工作啊。那他会觉得说，那我事实上我觉得工作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在那里撑着的时候，他的人际关系也好，还有他的很多东西是比较好的。可当你这些都失去了，你就变成回到自己的一个角落的时候，你人际那些就会变得比较差。那但是就是没办法，现实就是很现实，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事。一些的方向感非常好的人，那他突然会迷路，好，那或是说你跟他说过的事情，他好像从来都没听过，那或是说他要早上要出门，他站在衣橱里面换衣服，他可以换很久，他就是换不出来，就他挑来挑去，他不知道穿哪一件，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对不对？或是说你以前他很会用电器啊，他会插，会装个什么录影机什么，你突然他说他不会，那或是说。你我希望跟他联络，所以我就给他手机。那我跟他说，手机，他说他不会用，你怎么教他就是不会。那你就说好，那折叠手机你会吧？那我就买了折叠手机给他，因为电话来你只要打开就可以听嘛，你就不需要按什么按什么，因为你怎么讲他都听不懂。那你就买折叠手机给他用，打开放耳朵，他就是学不会。就是你会觉得说奇怪，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哈？原先我母亲哈，她是退休老师啦，她常常嘴巴就是重复又重复啦。我想说，哎，这个母亲啊，她年龄大了，就这样子就这么认为啦。而且她有时候日夜会颠倒，哎，她日夜颠倒的时候哈，还会打电话给我呢，还会打电话问我，哎。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就说奇怪，为什么妈妈白天晚上她分不出来？哎，每天哈，大概是四五点的时候，很明显，她每天到那个时间，她心情就开始一直荡，然后就很不高兴，非常不高兴，然后她会做出很多很多异常的行为，像说她会把那个门窗全部通通要紧闭。不管三十几度，气温三十几度，然后他一定要门窗通通紧闭的，那紧闭起来还要用胶布都粘贴，还要拿很多的那个塞衣夹夹得密密麻麻的，而且你在一般人看起来你会觉得说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在窗帘上面要夹这些塞衣夹呢？可是对这个失智症的这个人来讲，对我爸爸来讲，在他的认知里面，不能有风进来，这样子风才不会进来，这样我才不会冷，大家才安全。中度失智的病人，由于大脑损伤的部位越大，而且这个损伤的程度也越厉害，所以功能丧失的种类越多，啊，行为失控的情形越厉害，所以。病人在这个时候常常表达更糟，那听不懂别人讲的话，那到处会游走，那由于这个空间的辨识感不好，所以常常也会迷路，那甚至于一些社会判断的能力不晓得在合理的行为
应对进退会常常出问题，那这个在控制的机能变弱的时候，也使得病人会常常容易有暴躁的行为，情绪失控，或者会胡乱思想，有妄想，那以及也会有幻觉，那这些行为的异常都在中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医生判定他是失智症以后，我先生非常的沉默，没有表示任何的看法，但是我不甘心，我想要知道原因，了解这个病，我拼命的上网看书，然后才知道为什么我先生有的时候会以愤怒或激动的突发性情绪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感受，那是因为他已经无法统整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正在逐渐失去沟通的能力。他会有情绪，就是他会突然很凶这样，冲上，那我就会说，你怎么会对我凶？我会跟他说，你怎么会对我凶？好，或是说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给他放着。比方说他不太高兴，我绝对不会去，我就给他放着，然后我就说好，你可以做两件事情，如果你要睡觉你就躺下来，你想看电视你就走出来，好，那我现在去做我的事，那我就放他一个人在那边，因为他的不高兴也不是他那种，也不是讲理不讲理的问题，你完全没有办法跟他那个嘛，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我就离开，让他凉一凉，然后再回去收拾。因为要帮他穿衣服，他不让人家穿，那天气冷嘛，所以很急啊，就抓着他的手，要赶快把套子把袖子套下去。结果没有想到，反而我的手被他抓住了，他就给我就是用力一拽，哦，那时候痛的真的是那个手都麻了。那一方面是痛的，那一方面也是心痛，因为他小时候他没有打过我们。通常病人会出现暴力的行为，最大原因主要两个哈。第一个是因为他的大脑的功能退化，尤其我们讲的前额叶的功能退化，所以他没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好，那特别是如果再加上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有外在的环境的刺激，好，比如说家里面的人啊讲的一些话，或者其他人讲的话啊，引起病人勃然大怒的时候啊，常常就会引起一发不可收拾的暴力行为。那针对这两个原因的处理，我们的建议通常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家人要先了解说病人的情绪失控通常不是故意的，通常是来自于他的病的关系。那第二个呢，也希望家人能够仔细去做记录，去评估说通常什么样的话或者什么样的环境的因素会刺激病人，那尽量减少这些诱因的发生。你也要去上班啊？嗯，你要去哪里呀？啊？上班啊？哦。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去开，不能迟到哎。今天是星期天，不用上班。今天是星期天，我不用上班啊？对呀。所以你可以多睡一会儿，不用那么早起哦。哦。哦。
今天怎么是礼拜天啊？半夜啊，要起来啊，煮饭、熬粥，啊，帮儿孙准备便当，甚至要送便当。以前也喂过鸡鸭嘛啊，那么他半夜突然想起要去喂鸡喂鸭。母亲醒的时候，他发觉我太太还在旁边还在睡觉，有时候会很生气啊，甚至把他啊摇醒。那这个错乱呢，时间也持续的蛮长的。那么那时候我们也不懂得这个照顾的技巧，那么就会跟他一直熬，啊，一直熬熬熬，有时候熬到天亮啊，整个人身疲啊，照顾的人都非常的疲惫。但是呢，反而这个有时候这个妈妈呢，反而是清晨才开始能够入睡。没有人呐，啊，因为他怎么会一直喊有人，你知道吗？甚至邀约他吃饭。好，你拢买客食饭哦，我要来去啊！我就傻了，我说啊啊，这个没人，那有人？因为我们刚开始，尤其是前几个月，我们也会把妈妈吓到。失智症患者，所以会发生这些行为的问题，最主要是在他们的记忆状况，常常会回到过去比较年轻时候的一些情境，或者呢是他们对于外在的一些讯息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理解或者是判断，才会产生这些混乱的情况。因此呢，家属应该要知道是说病患并不是为此要跟照顾的家属故意来作对，所以呢不需要有愤怒或者是一些抱怨的一些情绪出现。垃圾车来的时候，他听到声音他就马上收拾好就下去，他刚开始还走得回来，慢慢他就走不回来。那走不回来之后，他就会在我们家的住家附近的巷道跟马路上这样子去绕，就是所以我说他还没有变笨，所以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说不会啊，我会问人家圣公医院在哪里啊，所以基本上他会想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只是说他还是即便我告诉你圣公医院在哪里，他也不见得找得到，可是他并没有失去到说他不会问。那问题是说他每次这样出去，我就当然我回到家里面看门开着，然后人不见了，我常常在路上就这样在巷道里面这样来回的跑，你永远不知道他会从哪个地方出现，你也猜不出来他到底会走哪些路，会走什么路哈。那也他而偶尔你往往你找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在你曾经找过的地方，然后你很好奇说他为什么都不会害怕。那他有时候我看到他，我当然当你在路上跑了一个钟头找不到他的人的时候，你心里会把所有那种坏的事情都想到嘛，你会想到说你也许这辈子你就找不到他。这个门的噪音很大，噪音很大，那么这个噪音呢可以让阿嬷晚上三更半夜自己想要出去的时候开门的时候有这种声音，那我们就会警觉。母亲在差不多是中重度还有活动能力还能够行走的时候呢，那么她常常会找不到厕所。那我们了解呢，原来她早期啊，她是住在山上，那么大小号都是在茅坑上的，是蹲的，所以家里的马桶对她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有一次啊，他实在忍不住了，那就用这个卫生纸呢把这个干的大便呢包裹住，然后老人这时候都还有这个羞耻感，他觉得这个大便不是好事啊，所以他想把它藏起来，他居然藏在用卫生纸包好之后放在枕头下。那么当然环境是很干净，可是房间是有一股臭味，最后我们终于发觉，原来是有一包包好的大便放在枕头下。他不尿尿的时候，我就哄他了，我说，哈，你尿你尿尿，我尿尿，大家都尿尿，他一听好开心啊，
高兴的他就去小便，他会为我想啦，说有时候我想说你不尿我怎么尿，哦，对对对对，好，我去尿。我如果在家是我照顾的话，我就是一个时间两个小时左右我就要带他去厕所，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上厕所，那我的习惯就是定时带他去上厕所，所以他不比较不会有随地大小啊，当然会尿，你像冬天比较冷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尿下去，那我们就是洗洗嘛，那因为搬来这边我比较不方便，我后来是想到说，哎，护垫给他放下面，因为你放着这样子湿你也不用要洗，因为在这边要洗东西不方便，讲真的年纪大了吼，体力跟以前比有差，我们自己他老我们也会老啦，体力上都有差，所以我自己会想说，哎，怎么照顾他比较好照顾的话，自己想办法会有一点东西出来这样子。当我发现那个家里失智长辈随地便溺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先安抚他的情绪，然后不要让他造成压力，觉得他好像闯祸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会先安抚他说没有关系，我们会帮你洗干净，洗得香香的，那同时呢我们会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要让他的焦点放在说我们在处理他身上的排泄物，所以一面转移他的注意力的时候，我们用很快的速度帮他把身上的排泄物清理干净。他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洗澡，我觉得这些人好像大部分都听到有洗澡的问题啊，我也看过书上说什么要他爸爸洗澡要戴钢盔啊，因为会打人啊什么的，就说洗澡好像真的得了空水症啊，因为我们慢慢开始洗澡也会有一些状况，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因为天冷他怕冷他不肯洗，那我的做法就是我会跟他说你要不要洗澡好不好，他会说不好，那我就放下，就说你就放掉不要去那个，然后你过一下再问他说我们洗澡好不好，那他也许还是说不好，那没关系，再过一下你再问，你就一直问到他说好，那你就抓住他那个好，你赶快带他洗澡。那后来呢，因为我们先生很会跳交际舞，所以那我慢慢就会逗他，有时候他不肯去浴室的时候，那我就说哦，我们来跳舞啊，好，那我们来跳吉利吧，我们跳恰恰，就这样一挪一挪一挪，就把他挪到浴室，然后就用开玩笑的方式啊，脱他的衣服啊什么，就慢慢也还是 OK。 冬天的时候是高兴的时候洗下半身啊，那不高兴的时候再偶尔洗洗上半身，真的是非常困难。在洗澡的时候，我们用很多东西来转移他的注意。他手上都会拿着一个东西玩。那他最喜欢的现在目前是这个。那他当他在玩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不会去注意到说我们旁边的人在帮他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帮他洗，然后他不会抗拒说我们在对他做什么动作，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这些玩具上面。面对中度的失智长辈，在日常生活的照顾原则，我们要特别提醒陪伴的家人仔细的观察跟留意失智长辈现有的能力跟状况，也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依照他原来有的生活习惯去做一些在生活过程当中不同的协助，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发挥现在有的一些功能跟状况，同时也适当的来考量他可能需要的一些协助跟安排。如你就罢了，不放就不放，他不上床，那后来我又发觉哎不对，应该是不是环境要让他跟乡下一模一样，所以我又把他布置一模一样，所以我所有东西都要准备 double， 因为有时候他要回乡下，有他会摸，他会数栏杆，我就一直跟他说，一直跟他重复，一直跟他讲讲。阿姐，阿恁囝是啥？我讲用的是啥？哎，阮囝，我讲嘿啊，阿恁囝，阿是袂恁刀，嘿啊，阮刀。哎，他就慢慢的愿意，后来也不再跟他辩说，家是台中的厝，家是都要厝的。因为环境的变动会造成他一些焦虑不安，那一个他熟悉的环境可以降低他一些焦虑跟不安，可以稳定他的情绪。那他在熟悉的环境中，他的生活功能也可以达到更显著的一个改善跟效果。有朋友会问我，会不会觉得又要照顾这样的病人很累？
又要上班，早晚也会被他拖垮。我有想过，我觉得还是有他很好，两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很多事情就是要两个人才能做，就像是你今天去餐厅吃饭，你也希望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呆呆地看着自己的食物。说得贪小便宜一点好了，买一送一也要两个人嘛。如果出去旅行，你跟谁 share 一个房间呢？所以我觉得有他真的很好，并不会觉得因为他生病了就觉得后悔或是怨天尤人。事情已经遇到了，你怎么办呢？你可以哭着过，也可以笑着过，我还是觉得有他真的很好。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我都会说，啊，你我们女生都喜欢问嘛，你爱不爱我啊？对，那他都会说，啊，说那个有什么用啊？哈，那可是现在呢，即便现在我都会问他说，你还爱我吗？那有时候就说，爱呀，好，或者说有啊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还不错，就是那我的个性，我本来就是会把这些放在那个，我会抱他，好，我会告诉他我很爱他，因为。有时候你在有些事情你觉得不能跟他那个时候说他有点情绪的时候，那我的做法就是抱住他，然后一直跟他讲说，你一定要为我做什么，你爱我你就要为我做什么，好，就是我会用这种我觉得好的方式去引导他，比方他生气的时候我还是抱着他啊，或者是说他不肯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解释给他听，就像他当初他不肯去日照的时候，那我就会告诉他说，你是为我牺牲啊，你为我委屈，因为我们还希望多赚点钱哈，我们可以出去玩啊，啊，可以等等这类事情，这样就是用这种方式，这是我习惯的方式啊。那好处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如果你跟他讲这些，他一定会不理你嘛，他现在就乖乖的全部接受。曾经有过说，我开着车带他，我们两个就冲进海里算了，会有曾经有过这种想法，这样子。不过可能太理智了吧，因为我如果心情不好，我自己会出去走一走，嘿啊，可是我会注重我的安全，因为想家里还有一个妈妈需要我照顾。照顾失智症患者是一个很沉重的工作，特别是当。失智进入中度的时候，那有些照顾者会想要寻求解脱，甚至自杀。其实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转个念哈，有正向思考的方式去寻求资源，找寻支持，甚至得到喘息，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开始的时候，他会在中心里面游走，就是在那个空间里不停地走动，然后他也不让任何人接近他，就是护士小姐叫他吃饭，他是不吃，那他也绝对不肯坐下来休息，然后让他，因为他们是中午是有休息，会让他们睡觉，虽然有房间有床，那他一看到房间，他马上就走出来，他不肯进去躺下来，那他也不肯坐，那这样，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拒绝吃饭。那我就会打电话进去，就跟他讲说，老公你坐一下哈，你或是说你去吃饭哈，我等一下就来接你。因为他们对时间的那个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也不知道等一下是什么时候，那他就会坐下来吃饭，他会觉得我给他承诺嘛，他就会坐下来吃饭或是坐下来休息一下，那慢慢他也就算能适应那个环境。日间照顾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资源之一啊，但是也不见得所有的长辈都适合进到日间照顾中心。那通常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家属要在长辈在家里的时间可以安排一些活动。这个活动的选择可以从长辈过去的一些生活习惯，他的一些嗜好那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着手。比如说长辈喜欢打麻将，我们就可以帮他安排一些牌局可以让他来进行。
我们生了这个病啊，全世界啊有好几百万人都有，所以我相信所有医学界很努力在做这一块。那当然中间不断有讯息传出来，有很多方法哈。那我一直对这个很乐观，就是我只希望说快一点，好，让我们先生还来得及。那恢复当然不可能，因为有些东西失去了是不太可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希望，我希望他能够可以恢复到比较就是可以生活自理的状况。当然也许我们真的等不及等不到，也许回到一个更下坡更不好的状况哈。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不太容易为未来去设想说我一定会怎么做或是一定不会怎么做。我比较想法是，如果他真的今天真正不能够再去日照，我就要回来带他。所以我重点是要告诉他说我爱他，希望他要有信心。然后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这是一种安抚情绪的，我认为这是我的方法。如果他情绪不是很好的话，我这样子说，我认为我在安抚他，其实也是在安抚我自己。就当他那样的情绪的时候，你其实也是说服自己说，那我还是很爱你的。那其实除了希望他听懂以外，也希望我自己也听懂说，因为我真的是，对，我没有，就是说我就是看看他，我还是觉得我很爱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上辈子欠的吧。